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阿轩。打招呼，大家好，我是三。大家晚安，我是乳妈。我是可爱的咪咪家，还有黑妞。今天要的是初级家。来，咪咪家，加班加班哦。我不要不要拍我开出奇蛋呢，我这好。今天呢，咪咪讲他还不用下药，为什么？因为医生说呢，我们现在帮他调整，一天吃一次就好了。妞妞，你肚子饿吗？来，一奶就要。大家好，进来了。我很想玩。等会儿我去帮你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妞妞，这可以打开吗？这个电我帮你开一下，打开。静默一下。请问一下，声音会不会太小声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不是圆的，别上面有圆的。拍谁？游轮次，大家晚安。哦，被我拆掉了。真的呢。哇！大家晚安。啊，玉珍晚上好，慧芬晚安 ，SUNG 晚安，可以啊，杰杰安安啊，谢谢思小友赞跟分享。喂，黑妞，这不一样哎，看一下，黑妞，你看这个，黑妞怎么了？他跑进去那个抽屉里面，我们一起吃，好厉害哦，应该把它盖起来了。他现在可以哈，再过阵子可能就不行。他们现在完全，不可以。一二三四，那个 YIJING 晚安。雅文来了，哇！一开始就切入重点，咪咪几公斤？一开始就要切入重点了吗？那我这边有写这个我的记事板，来给大家猜一下，乳妈写了。五个，要往左边还往右？知道答案的不能讲哦。中午有人不小心泄题了。对，你们可以猜一下。那个 E R I C A 说 5.6， 然后伟轩也猜 5.6， 卡洛说乳妈公布吧，银珠猜 5.9， 可乐是 6.5。我觉得是。好啦，正确答案就是。5.6， 大家都还蛮厉害的哈，几乎都这个。那边吃完再给我吃。然后我稍微讲一下哈，这个我们去医院啊，今天有重点就是说，昨天明明 I C U， 他跑了 I C U 啊，什么叫 I C U？ 重点就是我在看着他，家不要做坏事。那个有发现跳蚤嘛？然后再来就是说咪咪讲的口炎，请医生把他牙齿掰开，然后看一下。我发现他那个诊疗台哦比较高，真的比较方便。陈妞啊，还有什么问题？三个问题是不是？我记得。怎么记得台长？怎么吃起来了？怎么吃起来了？然后啊，医生说哦，因为咪咪讲他有点那个全能猫嘛，他说他那个是。可以除跳蚤跟蜱虱，然后呢，还包含了有一点这个体内的驱虫，然后还有就是说，它也是有这个新丝虫的预防。那因为我就问一那个说哈，喂，这个有需要点到这个全能猫吗？因为毕竟是比较是贵一点。然后他说哈，其实像新丝虫啊这方面的话，它是经由这个蚊子传染，对。啊，所以说我是觉得说，那这样好像也蛮必要的呢。对啊，如果说，然后我稍微查一下哈，如果说感染到这个新丝虫的话，它很可能会这个暴毙哦，写得好可怕。你万安，万安，万安，万万安。啊啊！妈妈飞走了，我的车子飞走了。嗯哼，我的车子飞走了。怡文嗨，我的车子飞走了。弟弟，这挺玩意，我的正在刚刚回读出来。小鱼问说晚餐吃什么呢？还不知道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下午有吃点心，所以现在还没有那么饿。
然后 Amy 说，所以口圆状况有好转吗？医生把牙齿掰开哈，然后我看他的牙龈真的有，虽然说还是一样红红的，但是我觉得有比之前好。对，而且之前是肿到就是他蜜讲是整个吃不下嘛，对啊，然后所以说应该说有好转啊。黑妞，那你等下可以吃我。这谁啊？谁啊？这什么心情？这什么心情？到底谁是男的，谁是女的？黑妞。好，咪咪很棒哦，咪咪很棒。是啊，有很多。这多让点妹妹好不好？哎，真的是哈，咪咪你很棒啊，我知道，你很棒哦，要不要？黑妞太小了。你看咪咪讲，他想要跳上去，呜呜，哈哈哈。来，这里有一点干干。好厉害！他要几天？他上次几天呢、啊？上次也是五天，所以说他可能明天早上就正常了吧？谁？黑妞。明明讲了，我的板子。明明讲在里面了、啊。对的啦，然后呢，医生有说到说哈，这个我们可能可以买那个除藻项圈，所以说乳妈想要请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买这个除藻项圈给你们家的这个猫咪带吗？猫小孩带吗？因为我上网看哈，我发现它价钱是还蛮便宜的呢，就是好像50块到什么60块，还有35块的。哈哈哈哈，咪在里面，哈哈，活该，哈哈，好讲阿米呀。然后他说如果说戴那个除藻项圈的话，可能就能够让那些跳蚤不会去他身上。干车，因为他如果说点了那个什么驱虫的，他的是跳蚤在他身上不会这个繁殖，对，但是还是有可能会这个，因为他们家靠后面那个电视机，其实外面就连着那个野外。但我想说，那些跳蚤会自己跳上去吗？有可能啊。因为那边是肯定是每天都会有猫咪经过。黑妞真的是专业翘屁股，你看你看哦，拜托，你们可不可以好好的？还能稳一点。好，那鲁山，那赶快趁这时候介绍一下。妹子，好，请准备。来吧。这是今天那个我同学请我们班一人一个的。哇，你们同学，他带了10个去就对了，12包，它里面全部10，它是一个箱子装，它算是一个小小的那个。等下跟你讲出去的吗？对，欸、对。小麦说跳蚤的跳跳能力很高哦，别看它小小只的。然后许梦萍说你们家也是用找不到。然后伟轩说我之前是用找不到滴剂，还有环境也有喷，但好一阵才消灭完。ERICA 说这个好吃，哈哈哈哈，好人真的是越来越专业。 Vicky 晚上好。 Tina Hello。 哦，珊珊你几岁呢？5岁。HUIQING 说狗的心丝虫严重，还要抽腹水。对，医生有讲到说其实这个心丝虫的话，这个在狗狗身上比较常见啊，但是猫的话也是有可能。对，我去拿那个纸来画画。好啊，一个纯要说我家的猫是用找不到哦，找不到，对，找不到是一种药，找不到是不是找不到是一种药。刚刚好像我阿神做说什么用在后颈，猫有一种药。是啊，是吗？对。哦，对的。哦，古木你晚上好。然后许正兴说，我家的狗就是心丝虫一直医，到最后没有办法负荷医药费。哦，真的啦，你说吼，在虽然说狗狗是真的是家人啊，但是很多人会没办法接受说在一个狗狗身上花了超多钱的，上10万什么，因为毕竟吼
我们人吼还是有家庭啊，对不对？有长辈啊，有时候人别人的一些口舌真的会让你真的很崩溃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就是尽力而为啦，量力而为啊，对，量力而为。Thank you。你们的坐姿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的豪迈？若雅说项圈没用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珊珊 ，Amy 说其实乳妈下次可以试，找不到。大概用两次就会根除哦。找不到吗？拿个卫生纸。好。什么？拿卫生纸啊？我刚才因为我在想说哦，如果说后面那边就是蜜江这边，蜜江那边如果说真的跳蚤会跳上去的话，真的是好像很难哦。但是我没有吃的，你也可以装一个。但是我没有吃的。现在要擦嘴巴，擦巧克力的。我要没有那个。嗯，给你。那小黄人哈，越来越专业。哪里？这里吗？嗯，这里。对，上面，右边。右边。对对。嗯，你要小力一点哦。蓝色的猫，为什么？阿爸不是橘猫吗？两只吗？好。A 这个是 Amy 吗 ？A A N Y。他说我家是用全能猫加环境用水淹沙藻，你讲到水淹哦，真的哦，那个水淹可能在下一集的时候会，你们就会看到当初我们多么的疯狂，为了鲁鲁的那个的过敏，我们水淹一次放12大罐，那个影片在下一集或下一集。嗯，什么叫水淹啊？我想知道。当然就是水蒸，水蒸是，然后杀消毒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你说水淹啊，就是人在水里面淹死啊，水淹。不要讲的那么负面嘛，听起来可怕。哦，对，纯要说，其实环境的整洁是比较重要的，尤其是咪咪讲电视外面的花园。你是说我要去帮他清洁他的花园吗？我考虑先搬家。Amy 说应该不是从后窗跳进来的，应该没有这么强大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对呀、啊，他所以水淹我们的确不会再用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养咪咪讲嘛。因为水淹的话，它可能会附着在家具。虽然说说明书说那个无碍，但是不能那个啦，不能太完全的克水。还有啊，我们的那个群组，哎，更正一下，我们的 Line at 账号在这里 ，Line at 账号。对 ，Macy 说没有错，用水淹的时候，家里是不能有人在的。哦，我们说到水淹哦，对，哦，就是那个之前我们不是在好像玩具上面哦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什么是水淹？到时候你们就看到影片就知道了，之前很刺激、哦。简餐晚安。这个 at mini 5533哦，左上角，就加入这个，在这一集的影片没有，下一集的影片。这一个账号会发挥很大的效用，因为那个我要顺便做一个300,000订阅的特辑，好，会这个账号会发生很大的作用，所以大家可以先加入左上角这个账号，用你们的 LINE 直接加好友，记得前面要有一个小老鼠 at mini 5533。哦，对，下一集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，但是那一个是个大工程。好啊，希望到时候大家会喜欢。Macy 刚刚说的没错 ，Macy， 那说那个跳蚤啊，人出门就可能带回家了。对，这个医生有说到，对，很多漏说了。医生说什么？真的，我们现在小朋友每次这样子去学校啊，然后学校都有这些草丛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可能就是也是有可能几率是说他们出门，然后把那个跳蚤带回来。AVIA 说：“嘿，你好像有公主病。”
哦，周 Pink 说你是看 Line 8进来的。这个小华人真的真的很专业。Amy 说：“其实不用用到水烟，你只要点找不到一阵子，房子内跳蚤也会被杀死，因为点药后的蜜浆会变成行动的除草器。”什么是除草器？那个管理员真的辛苦了。检查在聊天室的名词是什么？刚刚有出现过吗？因为我要把它变蓝色的。帅咪黑检查五波鱼 ，Amy Young， 还有新品，还有哎、欸，还有吗？哎、欸，我都画第三页了、嗯。就他们这几天哦，真的是他们是担任管理员，嗯、真的做了好多好多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我这也画完了，那我画在。F R A N C E S 说，猫咪的肝脏很小。我这个会有解毒功能很差，所以很多东西都要避免使用。嗯，我刚刚有念到 A B 一样啊，谢谢你们啊，真的。晶晶来了，晶晶。那我们有一个群组，好，你们如果加入刚刚的小老鼠咪咪5533，就他们有帮我们，好，这些管理员有帮我写了一些程式的语言。这是他们里面的一些 API 功能，可以直接加入群组。然后目前300出头的，满了500之后，这个群组就不能再加入。啊，所以要加入的时候要有一个心理准备。里面呢，平均几个小时就会有1000多个留言。好、啊，所以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把提醒给关掉。好，不要进去，然后吓一跳，马上跑走了。螃蟹说：“乳妈订阅人数有增加很多，对，谢谢，这个乳妈都看在眼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快要10万订阅了，哈哈哈哈。”所以你们妈在露脸是啊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要先跟你们说，我就是很大妈，很这个，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期待，千万不要，我还是这个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普通人啊，普通人。芒果冰好吃，安安。阿兰，卡洛说。哦、阿兰，对，阿兰，不好意思，阿兰，我不小心把你给那个挑拨，我就说阿兰。鲁鲁和珊珊在画什么呢？你在画什么？我就说，阿兰。嗯。爸爸那边没有做镜头。阿兰也是一个专业的小黄操作员，专门在拍我的。那个爸爸他们说他们在画什么？好，来看一下。我在画这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超级赛亚人吗？哎、欸，不对。不对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你很没礼貌哎、欸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这个是美少女的姐姐。还可以。哇，谢谢称赞。他们说你画很漂亮，鲁鲁。那个10万订阅的话，会收到奖牌吗？会，好像会了哈。可是我觉得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用啊。上次的奖牌在哪边？忘记了。好像对啊，就某个角落盒子里面，它盒子里面啊，对啊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做 YouTube 哈，其实真的。我觉得我们是想要传达一种比较属于说正面呐、啊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哈，这个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啊，真的像我们就突然间就被改变了，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等于说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呜，多彩多姿的生活里面，酸甜苦辣，根本我觉得应该就是换了一个跑道吧。那你猜酸甜苦辣是什么意思？但你知道站很久呢，站很久。就是指说多彩多姿的意思，可是我总是笑哭的。科比有一个，是生活丰富。Maggie 说到重点，10万块比较有用。Maggie 跟乳妈是同一路的。对啊，奖牌这个。奖牌就跟你
你得奖之后，你得第一名，得前三名，然后会有这个奖状。我觉得那个好像怎样讲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就像很多那种运动选手，他们可能在他们的运动生涯中获得很多奖杯啊，但是奖杯又不能当饭吃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有个实质的薪水和工作啊，对不对？我要2800万订阅就可以露脸啦！哎、欸，不会真的到时候2800万订阅我怎么办？啥？因为你说不对，我上次是说4亿，4兆万。哦 ，Tina 说，鲁鲁可以回复我吗？鲁鲁画的好美丽呀、啊，谢谢。哇，鲁鲁，我在说你很美丽怎么办？那超级吓人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就说没礼貌啊。好漂亮啊！啊，珊珊你有画吗？珊珊，你画别张，因为我画了，你来画。完成好多次了吧？我现在这个还画到一半而已，这个画到一半。哇，好棒哦！永真说，乳妈跟柯P一样，钱比较好。我跟柯P是同一路人。有人不是钱比较好吗？我一定要跟他当好朋友。有啦，有些人就比较在乎这个名啊、利啊、名声啊，那我觉得那个真的都没有什么用，多余的，真的是多余的。哦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有些人哈、哦，他们就喜欢穿的比较体面，然后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，你花很多钱去买一个很好的，让自己看起来很体面，但是当你回家之后，你还不是得把那些脱掉啊？当你走了之后，那些带不走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去倒垃圾了，永恒。没有啊，我刚刚说没有，明天再倒。好，鲁爸真的很白目，sorry， 对不起，我的错。E R I C A 说，小时候把我家墙壁当成画板，被我阿姑揍个半死。我相信这个是每个人的成长过程，应该都会有的吧。我想一下，我以前有画吗？我忘记了，我其实不太记得我小时候的事呢。哇，今天的垃圾车音乐非常悦耳。小绵羊说：“鲁珊珊没有近视吗？他们现在是假性近视，每天晚上都要点这个长效的散瞳剂。哦，小云说珊珊画的是珍珠美人鱼。嗯，珊珊画是医生护士。晶晶说我家的猫咪一直要打荧幕里的鲁妈，逗猫棒。”你妈有画是医生的胡子哦，好，没有啊，可能是说是卡通啦、啊。今天小黄人整个很顺畅。小黄人呢，最近我就是先不改密码，哦，账密就都是5533。啊，然后就这样。好，因为 SULEE 说希望今年破10万订阅，我觉得哈、哦、以这个。大家的支持，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可能的，因为现在是几月？3月，快4月嘛。4月应该是很有可能哦。对，谢谢大家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群众都还蛮热情的，谢谢。我倒觉得那些订阅数真的是没有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就是一直都跟我们一起成长，我觉得这比较重要。这样的话，你看，你们观察现在的群组里面，来来去去一场空，来呀来去呀去。Macy 说今天蛮热的，鲁娜穿短袖。对啊，你们怎么都穿那个长袖？我看到穿短袖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要穿这个短袖吧？大的穿短袖。哦，对啊，我们晚上他们会穿长袖睡觉。对，晚上的时候。所以他可能就没有那个，没有把它换新的。没有换啊，我们是早上没有穿运动服。这个帅咪黑在约乳爸吃饭哦，哦，约吃饭。帅咪黑，总有一天真的会，那一天我会带着满满的祝福去，相信我。哦，杰阳说下午有看到鲁罗去央视表演的影片。所以有看到乳爸露脸，然后那时候乳妈头发才到肩膀，哎，真的哎，对，那个时候我的头发才到肩膀。乳珊珊家好热闹。Amy 说，
ERICA 是 Erica， Erica， 哈哈 ，Erica。Maggie 说：“其实我很少订阅，如果会看的节目就会看。”主要说：“乳爸乳妈加油，10万订阅就可以达到的，谢谢。”乳妈可以。卡洛铁粉，谢谢。珊珊画的好美丽，我喜欢画画。乳乳珊珊喜欢画画吗？喜欢。当然了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。好生物，非常的，他力气很大哦，你放好。非常的不是很敢接触，现在你看，真的是爱心能够改变全世界，这样真的好棒，这个画面真的很美。珊珊长大了。哦，素金从新竹回来了，立马看直播。啊，素金晚安，辛苦咯。你也是瘦了吗？咪也他不胖不瘦吧？是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他上次是 5.55 是不是？其实有点忘记了，我其实有点忘记了。Line at 账号是咪咪at 咪咪5533，我们有一个群组。那小心你的脸哦，去洗个手好不好？去洗个手。尽量围绕在猫咪的话题。好，虽然有人在那边谈情说爱，其实我是很鼓励这个做法。那如果太火热的话，可以私下了。然后有任何的好消息，一定要跟我讲，我会满满的祝福。像就像是，因为哈，我把那个麦克风离鲁妈他们近一点。啊，所以对啊，因为我要操控嘛，我没有办法离这么近，所以我刚刚讲话会稍微的大声，让鲁妈他们说话呢可以轻声一点，轻声细语一点。我慢用。好不好意思啊，你们很多人加入之后会马上退出，那个我完全能理解，因为我一进去我也马上想出来，里面实在太热闹了。好啊，现在里面越来越热闹，那就大家都想在里面分享的话，欢迎立刻加入我们的那个 LINE@ 账号小老鼠咪咪5533，那个小老鼠很重要哦。然后也辛苦我们所有的管理员。为什么小老鼠很重要？哎，算毕业，我不是在说你呢，我不是在说你，你怎么对号入座了？没有，我不是在说你哦，剩下这边而已。妈妈用，我知道很多人加入会受不了，所以说想加入的也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就算不想加入群组也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加入那个上面那个小老鼠咪咪5533，他会做各种通知，还有我刚刚有说下一集30万订阅的那种纪念特辑，这一个账号会发挥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效用。当然啦，这个东西到时候我们的管理员会做这个东西做得天翻地覆，希望给大家一个最棒的东西，真的很棒哦，我还蛮期待的。啊，大家可以赶快加入哦！真的谢谢你们了，帅皮黑、检查、古木鱼、艾米亚、阿兰、还有蜻蜓姐姐。幼猫的这个脚掌哈，就是很粉嫩，pink 的。我绝对不在嫌弃玉米酱，玉米酱，他现在因为在后面那个门啊，目前是关着，所以我切到后面很容易那个。对，粉红小肉补，就是补刀。你这个可以补刀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敢再解释了。为什么不敢解释？伟轩说：“好想摸黑妞的粉红肉球。”超可爱的，六小时，好可爱哟、喔！对啊，你可以摸啊。哎呦，哦，要给黑妞奖励是不是？我这样就是奖励的啊！哎呀，好像软软的。这里，那猫咪是连滚蛋。
你把它放到十公尺处。这里啦，这里。里面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在分享我以前的那些表演的影片。好啊，那个露脸照片千万不要贴出来。好了，我画好了吗？因为我下一集的影片有很大很大的伏笔，在说到我的脸上面。爸爸，我来。来了。妈妈，我发现你又傻。好厉害呀，很厉害。天佑好棒啊！天佑的马达声真的超大声的。谢谢了，大家所有参加我们的直播，还有我们的群组，还有任何跟我们有相关，甚至就是跟我们没关系，但是呢，走在这个世界上，为这些毛小孩努力，或者是收养他们、帮忙他们的所有人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一个有爱的大家庭，谢谢啊！好，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。你身边不要讲这句话，因为等一下你还不是还不是会讲话。那个，我今天也是在黑妞身上抓到一只，就是那种跳蚤，对，真的是哦。谢谢。可是因为黑妞它毕竟它有白色的部分，那比较好抓，然后又比较好控制。我那天就是昨天呐，哈，就抓秘密的抓不到。黑妞昨天的吗？嗯，黑妞是今天早上。哦，其实我就是要等灵感，灵感一来之后，我就会做很快。啊，没有灵感的话，就是会一直放着，会放空，放空，然后一起去族群。陈丽说，最近都在家加班，好久没看直播了哦，辛苦了。乳妈懂啦，这个忙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去兼顾到别的事情。但乳妈是可以一心多用的人，一心多用。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客厅找个东西，可能我要拿这个，对，我可能就是要拿东西，拿个大胶带，然后结果呢，就来到这边顺手做别的事，结果又去厨房发现，哎，我刚是要干嘛？我拿大胶带啊，就忘记了。我今天有帮咪咪讲的那个后面那边补强一下，就是说我会一直做很多很多事情啊，但是我没有一次把一件事情完成。妮妮讲应该在后面哦，他现在在，他想进来吗？他是他吗？他怎么没有动？他在，应该是定格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现在在闭目养神。哦，他在呼吸是不是？他闭目养神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怎么那么可爱啊？他如果没有动的话，我真的以为后面定格嘞。你们要帮弟弟开门吗？好，回去。好。好，好棒。哎呦！不够可爱。谢谢小丸子。对，这个全台湾、全世界哈，真的都有这个浪浪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我就觉得说，真的有一天我会那种就是成为这个中途哎。可以啊，你不要想吃妹妹的啦。妈妈剪刀帮我剪。那这样我可以吃一下吗？先帮爸爸。小心啊，小心。来，妈妈用一下。哎呦！妮妮一直觉得饿，因为妮妮的食量哈，其实没有那么少啦。成为中途很辛苦，真的啊！我们昨天还是前天跑去犬屏东，它就是雨喵他们开的嘛。雨喵是
屏东这边最大的一个中埔之家，就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。比较重要的是他们心存善念，从他们的老板，还有老板的老婆，还有他们的员工，每一个都很善良，我觉得非常的难得，希望大家都能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何患这些让大家没有好的生活。我觉得这个中途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，因为比如说他这个常常可能是几乎两天一次，他都会说有人这个退养猫，或者是说约好了来这个领养猫，结果又放鸽子，对，就很多这种事情。对，豆浆说了没有？错，我们做爱心都要这个量力而为，对。所以说啊，目前来讲的话，有妈的能力还没有到那边。哎，你看我要画完了，我是尽责的小黄人。他们在做什么啦？Maggie 说乳妈会先骂认养人，没错，以我的个性来讲，我还蛮冲动的。那个但是随着这种年纪增长其实会比较收敛一点啊。会不会是同时如果太多人登录，小黄人就会这样？小心啊，开始那个。龙眼说：“乳猫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有人可以教我用什么方法帮猫咪剪指甲的时候，让猫咪乖乖的让我剪指甲？我家的猫咪都不给我剪指甲，像洗澡一样。”给他奖励。剪指甲我真的觉得好难教。哎，你可以去看那个我是香菇的视频，他好像有在教啦。我之前好像也是有，就是他有教，就是给临时的用奖励去教去剪指甲。但是其实咪讲他其实不太需要。咪咪啊，他在帮忙那个洗澡。OK。这个咪咪讲还是会顾虑到乳妈，对。然后啊，我之前好像有用洗衣袋，好像也还蛮 OK 的洗衣袋。再不然就是说，如果说他刚好要这个去医院啊，然后点那个除藻剂的话，除藻剂，刹车贼。那个就可以请医生，就可能顺便，因为这个猫咪他们好像通常在医院会比较这个认分一点，他们会怕医生。哦，纯要说做中途的话要有时间、耐心和爱心。哦，真的，他们那个都好忙哦，要这个亲训啊，然后还要喂食啊，还要亲。大小便啊，最重要的是猫咪真的跟人一样，如果它生病的话真的是很麻烦，而且会很辛苦，而且心会很累。这个小玩人看得出非常的专业，还懂得在第一时间把红外线给关掉。什么叫红外线？它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些比较暗的环境，它会自动启动那个红外线，要在左边的闪电处手动赶快把它关掉，它没有办法设定不开启，这是它的不方便的一点。然后小黄人最近我不会改它的账号密码，就是开播的时候我才会打开，它的账号密码都是5533，但是进来的时候就是大家要互相的去礼让啊，就是尽量，对啊，就是可以排队啊。啊，就都可以体验到，在我们家里这样子。汤普森晚上好。仅仅说，其实要推慈善或者是 S O C I A L 的人，很适合理性的人，这样才不会被过多的情绪所摇摆不定而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嗯，真的要理性的人。对，乳妈可能太感性了。所以说，乳妈如果说不做中途的话，可能就可以做一些，喂这个浪浪啦，然后把他们这个抓起来之后呢，再去结扎，然后呢，让他们伤口复原之后呢，再这个野放
这好像是我想到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可能性。你看 有这个多方便，小黄人都会帮我去追镜头，真的是大家都在帮我们经营这一个好 这个浪浪的这一个频道，我真的觉得好棒哦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棒，比我孤军奋战了十几年。哦，我们的频道好像在11还是12年前申请的嘛，那时候就开始在做了，目前就1000多个作品，现在是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候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比较方便，那就好了。那我们画下一页，这个这也要画好。要怎么连线小黄人的话，尽量在我们的群组之类的，或加入我们的那个公众号“小老鼠mini 5533”哦，会有专人去教。啊，因为现在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那个解释。谢谢啊，因为有点繁杂，就是要下载 APP。我刚刚其实一度不知道米江在里面哎，我以为他在外面哎。哦，今天晚上的那个是一个小特辑哦，对，是一个特别篇，就是有关于我们那个好像前几天吧，就是黑妞他跟米江在后面看电视，看了很久，看了10分钟，辱麦拍了10分钟，对，大家可以这个看一下。刚好这个今天是周末，还蛮不错的，一起看电视。然后我刚刚就写完了。然后黑妞呢？真的好照，好厉害哦！他这样子不好。我跟你讲，黑妞就是个路霸，路霸哈、啊。大家是怎样在甩胎吗？我不要，这不是很得心，这不是很得心。我不相信，竟然有人那个没有被我的魅力所那个群下，这里也痒，那里也痒。然后呢，黑妞有做了一个惊人之举，对，然后片尾还有这个乳妈这个狂骚扰咪咪酱。你说今天的黑妞小短片，今天晚上的小那个不是小短片，是一个那个特别黑妞特辑。咪咪讲个黑妞啦。哦，对，咪咪与黑妞特辑。那反正这个那个，然后今天啊，咪咪讲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是关播之后的事情。然后乳妈有拍到，超好笑的，超级好笑的。对，我在安排那个安排一下，看什么时候要把它释出，超好笑的。哦，说那个秘密讲有出糗，对，秘密讲出糗，我是笑死我了，超好笑的啦。人家没有画面，你一直在说好笑，虽然真的很好笑，真的、啊，对啊，乳爸他真的很那个，男生真的很笨，然后第一眼看不出来，还有跟他提示啊，我也啃瓜子吗？还有瓜子不吃完了、哦、啊，那个要吃完了，都已经那个了，好，赶快吃一吃。对，咪咪是淡定。那个医生吼，每次去都说这个咪咪讲没有那个功能啦。他都笑咪咪讲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喜欢。我不知道咪咪讲会记恨哦。很喜欢捧咪咪讲的那一位。你要今天没有？他们只剩一个男医师而已。原本帮黑妞开刀的那一个已经在台北往北上发展了。你确定是要开的吗？我怎么不确定？是的，我们的影片有剪啊，就是那一个比较壮高高的感觉的一个男医师。你是说过年的时候要加班吗？就加班那一个啊。真的吗？哦，跟我印象中不一样。啊，不然你以为黑妞是谁开的？就是吴医师啊，不是哦。哪一个吴医师？就是帮我看的吴医师啊。你说捅咪咪讲那一个？对啊。不是的，大家能帮我们作证，开刀的是。就说话比较，欸、其实我哎呀，其实他们应该也不会知道嘛。就两个男医师啊，一个喜欢捅咪咪酱啊，一个就是说话比较慢。啊、其实两个说话都还蛮慢的啦。燕子安安，卡洛尔说：“难道是咪酱的纸箱垮了？”不是啊，那个纸箱还在后面好好的，我今天还帮他加强了。
小黄人，我谢谢你，今天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帮大忙，帮大忙，好，帮大忙。神助说黑妞刚刚滑嘞，真的哦。陈立安安，那你姐姐啊？那你不要吃边哦。姐姐，我想一下啊，这个乳猫最近看韩剧，我觉得还不错嘞。就是韩剧时间了。因为我跟你讲哈，这个，我觉得几乎韩剧啊热门的我都看过了呵呵。然后我今天看的是那个，我最近在看的是《当你沉睡时》，对我觉得它很不错。这个它有一种那种就是韩国他们擅长拍那种悬疑，哈，就是那种剧情，然后它又带有一点爱情剧，对，然后又不是说太过于这个。会让人家就是 set 的悲伤，像哦这个燕玲是不是赖燕玲？她不是跟乳妈说，哎、欸、黑妞你真的很白目，你怎么我刚刚看咪咪讲整个都生气了，整个俩拱的那个面目狰狞的脸，那个玻璃鞋我觉得太过于难过了，对他的剧情太悲了，所以说乳妈就不看了，对。然后这个当你沉睡时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。小王人现在不知道要看谁了，两边，哎呦，他好厉害，他懂得要离远一点。小弟说黑妞简直是招数用尽了，我觉得黑妞他真的是吼，整个都豁出去了，整个就是不要脸。猛烈攻势，汤普森叔叔，希望你们跟他打招呼，来吧。汤普森叔叔，他自称自己是叔叔的。汤普森叔叔好，汤叔叔好。哦，小麦，那个人血王后的男人，乳妈早就看过了，他应该是已经有一年以上了啦，哈。对，那个也很好看，对。他那个也是这个触及真心的女主角演的，很好看，对。哦，对，人显王后的男人，嗯，那个很好看。然后，有真刚才看到哈，蜜酱真的生气了。我知道生气。丽娜 ，Hello。哦，卡洛说蜜讲最胖的时候是 5.85， 嗯，然后现在是 5.6， 他之前口炎吼瘦到这个 5.3 啦吼。啊，小弟你这还知道哦，蜜讲他不行了啊，因为他已经结扎了啊，他已经没有那个树了，睾酮素是不是？哦，哲言刚下班，有公布体重了，是 5.6 公斤。他在舔他的屁屁耶。舔屁屁又不怎么样。舔猫咪本来就舔屁屁啊，狗狗也会吧。我先只能笑一张，我先不要看瓜子。哇，黑妞真的是，希望赶快结束啦，他真的很痛苦。好。那最后我再跟大家就是再工商一下，哦，小老鼠咪咪5533是能工商一下，可以加入我们这个 LINE 的公众号，它里面就会有我们群组怎么进去的连结，还有可以跟我们对话，还有很多问题都可以发问。好，谢谢。蓝色海洋吗？好，乳妈这个截图了，它不会是那个那个女神演的吧？那个什么去了？来自星星的你，那女生演的吗？然后跟那个一个男生，对，真的，这个咪咪很懂事，我黑妞就很调皮，真的很帅，欧巴，我真的很感谢他来这个来我们家这个躲雨，对，我也很感谢那个时候我开了门。对，如果说我真的没有在那时候开门，我真的也不会遇到他。如果没有我坚持要去找咪咪酱，怎么可以把他给带回来呢？一切都是缘分，对，缘分。对啊，缘分。我看那个社群哦，有人会 po 他们家有好多只猫，
我就觉得好羡慕啊！哎，为什么他们都不会这个打架？他们为什么可以和平相处？哈，真的好羡慕哦！就下次有机会，我要捡你吃那个麦当劳，有一只猫咪叫麦当劳。I see you。它有跟咪咪家有一段精彩的故事，然后我那一段我还没剪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给你拍下来，咪咪。哦，小短片，现场要出炉了。要出炉。我们这边没有烤箱。你一定要在那边说冷笑话吗？没，我们是最多只有厨房有而已。咪咪，咪咪，他在有他吗？好了，来。我们一定要特别去在意他们两个的互动。好，毕竟咪咪酱本身有一些旧疾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小心。我们要有一个范本，那才拖地。喵，你不可以这样子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抱抱，要不要剪指甲？剪指甲好不好？好难得哦，今天所有的都很顺畅，超难得的。要不要？希望不要我说了之后马上出状况。剪一只好不好？可以剪一只吗？两只、三只、八十只。你要不要吃这个饼干？要不要吃饼干啊？空中三号。来来，妈咪，妈咪。空中三号。哇，好多饼干哦！来，来饼干，加加。你在我闻闻这个。来，饼干，快点吃一个。被我的收音棒收糊了，真厉害！哦，好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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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干嘛？嗯，剪指甲而已。咪咪讲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哎哎哎哎！不要这样！我要出动洗衣袋哦。你把吃完啊！你看你这个好长。算了算了，那你没折，力气很大。命将不能折。命将来。你这是冷笑话冠军呢。哪里没辙？秘密家不能辙。被你打败了啦！交给主持。受不了。哦，对，他到。祝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大家永远的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他手机要掉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啊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现在可以晚一点点睡，明天就要自然醒。小花倒了。什么什么？